东京之间风起云涌，因为有你的掌声。为什么这一次会想要来参加黑豹？因为我们今年有跟体育署申请开放的黑豹系让我来参加。所以海大一直以来都是参加大专。对，我们都是参加大专的联赛。这次黑豹旗的话，只有专一、专二、专三，因为专一、专二、专三等同是高一、高二、高三。进64强，当然会想要对科班，越强越好，像古堡评审。64强，我只希望就对到那个越强的越好。那我们来讲大专的比赛，对我们来讲才是最重要的一个赛事。所以在黑豹抓强队洗礼的话，在大专联赛会有帮助的。对。高中跟大专生的力量当然会有差，所以你们经过大专的磨练，可以比较适应那种强度吧。